尖沙咀 L6 高智能方程式展正式开展啦，最瞩目嘅就梗系3:1:1 沙巴方苗拿啦。而参观嘅除咗一般 fans 之外，仲有佢哋。我覺得佢由初初一個死小孩啦，變咗做後期一個好成熟嘅一個冠軍車手。雖然佢都散發咗一種冠軍嗰種氣場，嗰種好魔王嘅感覺出嚟，但係佢見到佢都係冇自大到，所以其實我都好中意依樣嘢。以前會好多好多名場面咧，係會好有印象喺個心度咧，然之後咧，好似而家咁樣講翻出嚟，都係可以講到好似歷歷在目咁樣。佢似現實得嚟，又好科幻得嚟，我覺得係好好睇。同埋佢嗰啲機械啊，啲車嘅設計咧，其實都係好靚咯。嚇到而家睇翻，你覺得完全唔會亮嘅。最得意一樣嘢，仙裏邊咧啊！嘉禾比較黑口黑面啦，但係仙之外嘅所有劇場版啊、TV 版啊，佢都係好開心、好歡樂咁樣性，但係可以睇到佢深層就係其實佢埋藏咗好多唔開心嘅事情，佢嘅過去啊咁，所以即係最立體係呢個角色，我自己覺得。如果《沙巴方苗拿》裏邊係我自己其實咧就非常中意黃雅嘅，咁其實阿蘇拉達我係爭少少嘅黃雅啦，咁就去俾多次 booster 去開咧就好深刻。大家都好中意呢一套童年嘅動畫嘅，咁所以約咗一齊，咁反正都係齊人啦，咁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收哥呢個角色，咁不如我出收哥啦，咁我女朋友出姑莉亞，咁又可以一隊冠軍車隊咁樣出咗嚟啦。要叫我做啲咩？我咪負責睇架車咯，因為我個角色係負責睇架車點樣去幫佢整啊。放眼世界，逢星期六全新一集全球流行 Dream House 睇散眼。